总你好。重症的救治情况怎么样了？在12月31日达到了高峰，之后缓慢的下降。我们目前药品的品种齐全。老人家，你现在感觉自己现在身体怎么样？谢谢总书记，我现在身体非常好。当时病情很重，通过医生和大夫对我这个救治啊，恢复的特别快，身体也特别舒畅。最近几天呢，我也要出院回家过年了。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，早日的恢复健康，回家欢欢喜喜的过春节。再次谢谢总书记。谢谢总书记。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啊，爆发得很猛，来得很快。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防护疫情和日常治疗这两线作战，长时间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，为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你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大家辛苦了。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和关心关爱，确保你们的身体健康。